第二局比赛，那么第二局是由阿里卡特开球。两个选手其实 Thank you. 这个 Second phone. 北京邀请 Ali Carter 赛 break. 的战绩现在是一样。那么第一天的第一场球，阿里卡特是3-0战胜了金龙，而这个昨天晚上呢？梁文博是3-0战胜了 Stephen Hendry。这个球梁文博会不会要拼一杆呢？准啊！状态是好，打法上是相当冒险啊，但是这也就是梁文博的打法。有机会我就去冒险。对，但是这个冒险从就是比如说这是冒险的话，那么他的冒险的系数其实比别的选手要稍低一些，因为这就是他的风格，他的风格，他的打法。那就可能别的选手认为这球我冒险了，他一上来，哎呀，我就应该这么打。对，所以从心理的暗示上来讲呢，他会比较舒服一点啊，不会有什么压力。准度是没问题，但是每次走位呢，你看，就是多多少少啊，不是多就是少，让我想起了法国的一位乒乓天才啊，叫盖廷啊，大家都说他的打法很不讲理啊，不管有没有机会就攻啊，上来就攻，很多选手被他攻得很莫名其妙。哦哦，滑下来看一下运气怎么样啊？百米难免一输啊。11。他不对，这个话说的不是百米一输的问题，他这是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难免不湿鞋呀。刚才那个这个评价规格有点高了啊。对，他是。他的打法不是很缜密的啊。哦，看这儿有没有一个组合球啊？来看看这个组合球怎么样？大带跑，啊，差不少，但是主要还是跑，所以问题不大。打进的话呢，他要拼一颗两分了。所以其实如果打进的话，拼这颗两分也不见得说是百发百中了。所以每一杆球在他调整完毕之前的大概4-5杆里面，总是要冒些险的。这是我们看到 Eric Carter 第一次上场。哦，打厚了，打得很厚呀，漏了，这个送大礼了。然后我等的就是这个，其实这种打法给对方的心理也是造成一点压力的，因为始终是处在一个好像哎他不行了，我要上场了，哎他又打进了，对，哎我该上场了，他要防守了，我又他又打进了，这不是折磨人，折磨人。然后等到你真的上来的时候，那一杆可能哎不太顺手了，因为那个一鼓作气啊，对，再而竭三而衰，那个气势上有一点下来了。哦，打的真是非常非常凶狠啊！看主球的落点，一定要出 inside 啊，还好，还好，出来一颗球啊，就完马上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球队啊，看似很散，但是真的抓到位置呢，并不容易。我们看球队的这个就是黑球左上方的这三颗竖着排的球啊，上方一颗是有进球的，但是它的位置要抓对。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球，他现在就来打这颗球了，
顶，一定要把它顶开，不能顶半颗。啊、哎呀，他就是来抓这颗球的。那么现在红球和六分当中也穿不过来。好吧，没有什么好的下球路线。你看上面的那一颗，真的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只能跑球了。那这就是他的球还不够梁文博细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走这颗球呢是这样可以走过来，但是不一定一定要碰那颗球，就你的杆法控制能不能达到在那么远的区域当中的一个小范围的命中。安全球做得不错，艾利卡特也给他一些掌，给他一些这个用球杆开了半球台、啊、嗯，这一杆是手啊，这一杆不能攻，攻的话主球出不来。好球，左边还是有空间，这儿呢也有一颗距离比较远的组合球，哦，想啊，这个攻字在前，守字在后啊，只要给他看到抬杆我就打、就要打，所以想法当中根本不想考虑手的问题。最右边的红球左塞拉杆啊，还是考虑防守。要么就打厚一点，要么就打很薄。啊，选择很薄的打法。嗯、因为如果把球碰向那个袋口就很麻烦。力道控制相当好。这跟阿里卡特也没有什么办法。嗯。应该是和梁文博选择相同的回球路线。这个球过来，黑球是彻底被锁死了。哦，黑球碰一下出来了。那黑球现在不死的话，这个区域就凶险很多啊。如果黑球现在是被某两颗红球锁死的话，那么就即便是你拼进一颗红球，问题也不大。对，好，我们看这个球啊，它在瞄，就是。kiss 到下面那颗球，然后主球在等于是开轮的红球进球啊。这个右眼主是左手，再加上他的这个瞄法确实别扭。没有 kiss 到他自己想要的那个位置。哎，绿球差一点点。球队被渐渐的赶向右侧了，艾利卡特找线路，没办法，还是这样。哦，这个球出来了，看一下落点，看一看，看不看得到？五分球会不会挡住？应该是正好挡到，但是这个球手肘还比较舒服啊，会不会啊？梁文博就直接来拼最右边第二颗了。